俺家平时不这么冷，就今天开了一天风。晚上开风了。嗯，晚上以前开，现在不开了，给气儿给的也不多了。不给了。你家就不给了？不给了。俺们这还给。还给。给也给的少。嗯，确实比以前的少多了。我没感觉这俺给。哎，关键阳光足啊！一上上阳光。你粗溜啥呀？你看你弄的，捧个啤酒走的，没吃饭你就开喝，真抽人，大酒蒙子。我没有放卖卖料，在那个冰箱里放。我前一阵炖那个。我还想吃你拍鱼。嗯。我还想吃你拍鱼。我是爸没有，这个爸这个烤了。那我那撕的那个。我姐又开始张罗做好菜了。我们家来钱了，嗯，德宇带着羊来了，带着俩羊，羊羊，太透明了，你俩为啥喝上了？不知道啊，他拿过来的就往那撇，我不知道啥意思。你是让我喝的吗？是吧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完了，叫站起，站起，站起！哎呀，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对对对，太尴尬了。我就这样放的。哎呀，你就这鱼，真的，俺家锅是不是还得买个大的呀？咱们先上桌子，走，走，快快快！嗯，这鱼可以啊，好了，哎，这个饿了，这鱼真可以啊！你俩都别喝啊，别馋我。来了，这个吧。哎呦，好热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我煮过。德宇说、啊、让咱家买小凳子，在这吃饭太费劲了。说的，谢谢啊。姐，你上桌干啥呀？我陪，来写了陪呀。这羊肉来了，你不上自己家，你有人就不好呀。妹，你上桌子来，咱们可以不吃，咱们陪唠嗑。那跟胖子比，一百多斤就胖了。嗯，尝尝这个鱼，啊，太好吃了！太吃了，太好吃了！这鱼真的，大跳，真好。嗯，行。这是啥鱼啊？我也不知道啥。鳕鱼啊，鳕鱼。哎呦我操，那鱼怎么长的呢？你怎么了？你好好说话。小妹，你尝尝这鱼好吃。完了吧，走丢了。没有鱼头，没有鱼头，鱼头给德宇。鲫鱼头人都这大吗？不，就做这个鲽鱼。但这是小的吗？俺们这小鲽鱼。小崽子呗，就是。嗯。俺这鲽鱼像鲨鱼。我没吃过。像海豚似的。这么大，我比划了。我操！